53岁嘅黄子贤最近忙拍邵氏新剧《廉政追击》，剧中同罗琳再续真情缘分演夫妻。开拍之前，黄子贤就争取时间同画家老婆 Maggie 行街食雪糕，仲一齐去咗超市买餸。黄子贤系出名嘅爱妻号，佢曾经分享维系感情嘅秘诀就系同步同心。讲到夫妻相处之道，阿 Ben 坦言夫妻一定会闹交，但系会停一停，聆听老婆嘅谂法，认为只要大家有咁嘅心去夹，就可以排除万难。佢又自爆不时会送惊喜冧老婆，例如送花会事前唔同佢讲，定期喺屋企换花，佢好在乎老婆欣唔欣赏。就算系煮餐饭或者插盆花，佢话中意我就会好开心。二人世界就系我取悦你，你取悦我，完全系夫妻相处之道教科书嘅内容。当日下昼，王氏夫妇现身游一城，两人先睇下家品，乜都睇下。明显冇特定嘢想买，行咗个圈买咗少少嘢就转去食雪糕。两公婆分甘同味，你一啖我一啖，食食下男方就戴翻口罩俾老婆食晒佢，然后两人再行去超市买餸，拣菜都系黐住咁样行，快买快俾钱就拖住手行去停车场攞车离开啦。